件啊，你打电话讲话的人吼，迄、哦、种发的报喜，你未来是你得到聪明甲智慧，你的聪明甲智慧你也好，聪明你唔做好，是啊，你有发喜，你即些功德的宣传者，得到发喜，你得到聪明甲智慧，无为师咧，你得到啥？健康长寿。你若看伫遮，你伫涂骹呢，伫遮咧吃葡萄呢，伫遮咧创造，即叫做无为师。你伫来世，你即世你得到健康长寿，好啊！迄、那个单位，黄金你个单位，一个是关圣，伊咧吃佛光顶，变来困咧两三点钟。我讲关圣关圣，即佛光即桌啊吼，互你甲吃到已经吼，拢已经吼，你拢大了拢吃到变细了去啊！安尼啊，不过这点中，意思就是讲吃到足顶个啦。吃困嘞哦，几嘞嘛拢在吃哦，真食到几岁？八十几岁，上面两个身体都有点，做不了十年哦，做不了十年哦。那也是啊，要吃运动的时阵哦，我拢七点去到遐，八点去到遐，伊拢七点就去啊，吃到九点我等。啊，佫多啊吃，因某拢讲哦，耍够命，耍够命，啊，当遐就好啊，佫多啊吃，佫多啊撸。所以无意思，你看看，八九十岁，阮老母嘛做足济呢。阮老母九十四岁啊，啥物人对会着？你有看阮老母无？有嘛？阮老母你有看嘛？吼，身体偌好呢？穿衫拢免挂个镜。啊，爬山讲阮只少年拢对袂着呢，对不对？阮了后日去班的时阵哦，留涂骹。啊，精彩！所有蛋都做咧，几十年，王经理了了，我这外国几十年，你看看，阮老母做偌济咧，九十三岁，身体偌好咧，讲唔系你，个连毛有医生看哦，那有一半摆啊，真得身体足够好，就九十三岁，阿婆，你哦，无连毛，我是你惊我做孽咧，啊，会惊我做我做孽咧，你食到阿肥未？我后可能就到百几个乌啦，你到底阿咩乌啦？哦，阿我老婆就怀疑，你讲来，阿老婆无意思做偌济，所以你就看无意思，人家你得到健康，哦，阿重视呢。真济你叫伊个看，你个点个牺牲，后面就做偌济迄个工作，点个你也看，拢看会出来就对啦。所以呢。我讲见闻必受持，用真人修必得，哦，必接受必行持。来加上咱人的愿力，观就是愿力。什么愿力？就作所讲的，唯求作佛，不求异物。有无？有作佛这句话？有。有这句嘛？恁就作到今日电话听过啦，无听无看过嘛，都听人讲。对不对？我就走去见人，去见人。我做时阵，我你是官啊，你是北漂的，你是从哪个公车回来？甲讲啦，啊，你来这要创啥？我来这要做粉条啦。我三日拢打都无来。啊，再甲刺激，再讲咧，出大会就对啦吼。所以呢，发大愿力，大愿力，大愿力。我这个用不退转的心，永远的退转的啦。我这个心，爱发永远的心啦，用不退转的心啦。那讲讲你做好好人，但系心真难咩啦？你方面啦，阿妈妈，爱发用不退转的心，无论困难嘛不退转，无论气绝嘛不退转。哦，无论什么因缘，拢做对，拢未退退转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人啊，发起这样的心，观，观就是安尼，用不退转的心，发这个大愿心，解，你才能天解，你才能了解，解你才能
去了解，哦，主来，什么叫做是主来？什么叫做是主来？先有作用叫是主来，先不能接着接，拢说是如来佛，如来佛，如来佛，这拢是佛啊，一切莫是主来。啊，那是如来，哦，真，真就叫做真实不变，天变地变，宇宙的版本的变，南变，所有一切的变，唯有如来佛陀的原理永远的改变，因为原理不能啊，菩萨原理永远的改变。是不是会改变呢？这些观念永远未改变，对不对？真就是真实，无虚假，因未讲的，未错的，真实不虚，因未虚假，真就是未改变，法律就是法律，伊永远未改变，哦，法律真正伊永远未改变，实就是实在。实在讲实在话，讲真理者、实理者、不空理者，对无？伊拢讲实在话。如来佛理解讲别在话，佛祖是讲别在话的。佛祖伊来讲别在话来欺骗众生，来惊吓惊你众生，伊袂安尼。佛祖绝对无可能安尼，对不对？伊来欺骗你要怎啊？基本的，伊讲我爱基本的，有得着啥？袂当得着利益，啊，无得得着。伊即种的利益，即种的利益是最舒心，有舒心吗？非常的舒心。利益到底作舒心？如来佛所讲的真实意是非常的舒心。啊，伊个，伊个空，空别朝来骗惊咱。哦、所以呢，咱要去知影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佛甲咱讲安尼，咱一定爱追求了解。哦，虽然一个小小一只的一只一个师父，未当互咱成就佛菩萨一种高位。如果咱若真实会当做到安尼话，啊，安尼高高真真拢可以成就佛菩萨，成就佛菩萨。哦，佛就是到位境界。有够迄水准，会引导众生在生死、在烦恼、在痛苦、在忧愁、在悲哀，啊，颠倒错乱，哦，想袂开放的啊，那引导你想会开放的啊，看会无？不引导也毋是安尼，哦，所以呢，即种毅力到底袂唔得，真就是。我下边，你甲咱做人做无研究的真心本性，啊，这拢是真心本性一种因缘，啊，所以呢，真心本性我甲咱聊咯，就是五莲菩萨伊甲你讲一句话，是啥物观念？我甲咱聊咯，地位嘛，我甲咱聊是啥物观念？是五莲菩萨甲咱讲的一句话。无明菩萨在起信论哦，伊甲咱讲一段话。伊上面讲，本觉
本来本就是本来富足的这种的角色。咱每一个人本来有富足一个角色，角色的好讲就是咱人的特性，咱人的特性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佛意所跟你讲的。本教就是本来具有这种的特性，就是佛讲咱人的特性，智慧这种的德性，是不是？每个人拢具足，大家拢小小，都掌握在手，不准掌握物件，但是你拢具有这物件，本特性。本来就有的，原本以来你就不强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不强，既然是不强，自然可以进步。大家拢在讲进步，只要你有心，拢可以进步。本来就有的哦。你有信你才成分，你无信袂成分。本来拢具有的，安尼你啊透过修行你才当证明。你无修行袂当证明啊，袂当证明如来智慧之正面德相，袂当证明着咱人有信。你啊透过修行，用心发大愿心，来快化他们来修，你可以证明，证明有果。真就是真正得，你才能得到迄个果。无迄个讲修行哦，无修行就咱证不果的啦，世间无迄个理由啦。啊，无修行哦，会当证不果吗？无可能啊！世间有做降生非常的、非常的济世，而且成佛的菩萨也是修成的。是生搁再死，死搁再生，生搁再死，啊，智慧啊，累积啊，累积啊，累积，累积安尼。哦，所以人人你才能证，就是真正你证定，你才能成佛做到。爱修证，将不良的习气、毛病、毛病、这些啊物件，拢解除掉，你才能证定如来的地位，如来的地位吉祥。你才能证定的，才能证明你不行。所以你将讲本有的，就是你本有捕捉这物件，你才能证定。你阿无有本无。本无用，你咯，无好你就当正定，有诶物件你才当正定，安尼听好无？对不对？世间诶钱足侪，你无去拍下，无迄落了钱会挂落来，世间无迄落你，你爱用努力去赚钱，你钱头家才会领钱落来，对不对？小想啊，哦，不干，咱人就是活当正不干事。无法度去本正的本觉性，是啥物原因？是咱人有妄想，分别执着，无明妄想执着，平常你去妄念下，这里面把你憋住掉的，所以叫不干。是不是？你这未得无自信啦！你若不无自信，是有遐物件把你砍掉的啦。你的自信无当去干活啦，是不是安尼？你若遐个跌落去，你就干无自信啦，不干嘛？无干袂当干无自信啦，就是这把你砍掉了。妄想分别主导，无明妄想颠倒错啊！顶顶遐物件。把你背住了的，但是这物件，本来就无的，
讲，自信中本来就多这物件，妄想分别执着，消灭对福德和无明无足，这物件本来就是无。那无有这物件吗？无这物件啦。呢？人人可以具有，是不是人人可以去除掉？是不是人人可以去除本末，后悔本有？这句的全面不写下。自性中本无妄想分别执着，遐无明妄想执着，是非得失好歹，上面归福命下遐拢无，无遐物件本性内底无遮物件啦。你讲来去掉，你认可去掉，你才能学会咱人本来性不等性，是不是？时间无啊，不完整，不要看。这五明菩萨在天信论内底甲你讲，你也发现这个这种的法门有殊胜无？我看到这种的这种道理哦，有单单赞叹。你虽然看到赞叹，你嘛是爱学什么修行？你有这种的智慧发心，到底要做到做到呢？是不是？伊有高一点点，我嘛有高一点点。是伊有过去成伊成经较好，伊较去成菩萨。我诶成经较歹，咱诶成经较歹，咱只能去理解心情。为啥呢？所以呢，咱要知影。所以呢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你只要大家安尼拢好清楚。我看好清楚，也无清楚哦。搁点讲时间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咱两个个性本来就有诶，咱若无个性诶时，本来就会学这物件甲你扛诶，学甲你扛诶，啥甲你扛诶，这无诶物件，这本来就无，你扫掉啊！这笨手笨手，袂使搁伫心肝内啊，会生痰，会生肉诶物件啦。人讲笨手无，老尾到门啊长。欢乐无咱的份，有这个话。本存心肝中，难道有心肝内，甲扫掉，安尼欢乐就无咱的份，无咱的份啦，痛苦无咱的份啦。好，我做一个结论。在里面呢，在里面烧烧到里底啦，又想讲哦，即个我讲是讲得过，就讲要困一下，伊讲空生无佛性，流水色相心，即个，不简单啦，不简单，空啊，空财啊，空电啊，金银财宝拢通空，所以。一切的物件无有妄想，想的会放的啊，执着所有一切，拢通空，是不是拢爱空？无空你就当，你就袂当去见妄想啊。是无？人拢在爱空，要做到本来无一物，
但拢都无，但拢拢空。经营财宝选择比迄落比落比落拢拢空，对无？心中有痛苦，有挂碍，有想地开，有放地下，有甲人结怨仇，有甲人创啥个？哦，你拢爱空，空无用个。空上好用个，毋是阮空个空呢。真空会当生命，因为空呢，对不对？空山，你才会当开悟。心中有空，你才会当开悟你的佛性。你才能清净你的佛性。本来是不生不变不垢不净啊，不增不减的，人生所有一切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安尼好无？安尼心空有无好无？啊！你心空烦恼，烦恼咱的分。心空，你生活就自在，无挂无碍。心空，你就无烦恼，无痛苦，对不对？啊！你空就好用无？空就好用个，你唔好空个。这讲话分就是心空，诸菩萨嘛拢心空。啊！咱拢无空，咱拢变咱体悟无限，对不对？咱的无空的时阵，咱的气性、秉性、惯性，作一个如来有性，拢总无去，地位皆上拢拢无去，无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空山，你皆咱无佛性，对不对？流水，啥物叫做流水？流水是清净的流水，就是代表咱人的心，心像清净的流水消散，好无？心清净就是无一点不见嘛，烦恼嘛无我的分，痛苦嘛无我的分，烦恼嘛无我的分，哦，安定我歹嘛无我的分，啊，无定我歹嘛无我的分，打拢总无我的分，啊，你心才会清净呢，是不是？无歹，对不对？是顾家就好啊，囝好嘛读书，就乖乖就好啊。对不对？安排会赚钱就好啊，有当来困就好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安尼是不是拢种是心拢清净？清净，心肝有清净无？有。你要要求偌好？啊！你要要求好，你敢无想过我有迄个命无？有迄个命无？互人会对咱好无？对不对？咱倒无回光返照一下。当时，哦，恁的心清净，恁的心就清净的流水，哦，你在那个心的石头，咱有一个善的本心，善心就是讲啊，佛的心，你在拢流露出你佛的心呢，对不对？善心就佛的心嘛，如来的心嘛，菩萨的听见的心嘛，听下莲子观心嘛，佛地阿婆的听见的心嘛。所以呢，咱爱清楚一点，上先我把这部分所有一切佛经咧所讲的，就是拢开悟的，念佛开悟的祖师所讲出来的一句话。咱今仔听阿弥，有去看见，安尼咱是不是发起充满啊？发起充满嘛吼。啊，会当听了这种的法门，大家拢接这种的法门。你未来世虽然无学会来讲，你后出虽然听了这种法门，保证你发起充满。你看了这种的上升，这种的道观，你真正你参与相应。你所要追求就是爱，就是这物件。你所要爱是这物件，因为这种的法门才会当让你，你在生死这种的处缘达到究竟解脱这种未来社会之道，当到西方极乐。平时你讲英国，讲英国，讲啥？那是五六当当，五六十当前啊！我打球到迄阵，听到英国尔，欢喜到，即摆咧收了已经，到即阵已经拢过来十年啊！得到发展即种的提升，相信咱诸位已经拢足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见看，多听多闻，安尼你的生活。
机会足济啦，啊无吼，那咧啊千万条吼，迄个即个是困难啦吼，哦啊今日阮超过四五分啦，啊不从生产个真济，啊放下电个书，哦啊注意前面，啊大哥都把我这个指导啊，啊有互我有这了解的机会啦，啊那讲了无上济。是啥？我慢慢做一个这种等待，哦，啊，如果有这个机会，我搁加加用心，哦，啊，搁会当做到我们讲一听就拢懂清楚，清楚，那免经过播，啊，免经过播，你就拢懂知影。像囡仔咧啊，进门就爱去听我做伊个，哎，不得了啊，免去经过大脑就对，啊，经过大脑那好处啊，是那好处，因为你印象，啊。只要你讲，好你写，你来想，唔是你家听我咧讲，好你讲你来想，伊即问题讲啥？我你讲啥？江苏你讲，有些查某后生人代表咱的文化有先生，啊，当无少少的时阵，就文化较无先生，较无先生是咱用功的所在嘛吼，啊，啊，伊上做咱都应该的，是咧健康办事注意，感谢各位。谢谢。